上应该是在野党监督执政党，不过现在是执政党在监督在野党，那最麻烦的司法跟媒体就变成了政治工具。现在是执政党在监督在野党，那最麻烦的司法跟媒体就变成了政治工具。柯P是一个视线的菩萨，阿北曾经说过，他要做台湾的曼德拉，他准备长期抗战。关多久都没关系。赖清德放人，柯文哲毫无金流证据，你就敢压人，是不是压人取供？在今天2024年的台湾，资讯这么爆炸，你真的当作你是皇帝啊？今天齐聚在立法院外面，就是要跟民进党的绿色恐怖宣战，对不对？